唯一的有涉及校内的同学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新店高中好好考古社十五届的指导老师易涵。六届的学姐，我真的需要一下。十年前，我考上了一所高中，它的校训是爱与理想。我还进了一个社团，它叫做阿罗哈康复社。十年后的我，回到了这个爱与理想的地方，陪着这群我爱的孩子一同成长茁壮，一起学习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还有永远都要努力坚持心目中的理想。在这边我想很认真的替他们好好感谢新店高中的师长，他们今天假如没有你们的疼爱跟包容，还有教导跟关怀，是没有办法长成这个样子的。非常谢谢新店高中的师长，让我们阿罗哈康复社可以这样备受疼爱的成长茁壮，来到了第十五年，就是有你们的教导跟爱，真的太好了，太幸运了。最亲爱的家长们，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要替他们很郑重的感谢你们，也要替他们说声抱歉，真的让你们担心了。每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很多时候我都提醒他们要互相体谅，学习去沟通跟表达。高中的时期或许都是比较青涩跟别扭的，对于爱我们不太擅长表达，但他们还是尽力的邀请了最爱的家人们来看看，看看他们每天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以及想要让你们看看他们的成长及转变，还有他们今天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谢谢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今天都到了现场给他们支持。还有要替十五届好好感谢亲爱的学长姐们，尤其是十四届们，会在台上展现更好的样子，也因为有我们每一届的努力，阿罗哈才会来到今天，来到十五届的手上，我们一起迈向了我们的十五周年。每一个有才华的你们，愿意伸出双手提供学资源给学弟妹们，帮助他们变更好、变更厉害，这真的很可贵。谢谢你们，也谢谢阿罗哈让我们大家这样连在一起，这实在是太幸福了。康复社是健康快乐使人健康快乐，于是他们准备了一场成果发表会，要让身旁爱他们的人了解什么是健康快乐的使人健康快乐，办一场从头自己一手包办的成果发表并不容易。除了大家看到等等的表演之外，在过程里他们要学会运用金钱、规划时间、计划活动、团队经营、分工合作，这些等等非常多各种人生未来都会使用到的技能，但这些都是课本上没有教的事。然而这些东西就是康复带给我们的，康复教会我们的，也是我们这群康复社的孩子在未来比别人更有优势的地方。康复社的孩子不会学坏，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变坏。亲爱的十五届，好不容易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就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因为除了成果之外，我更在乎的是你们的快乐，以及在这过程中的学习跟成长。而成果只是对自己负责的方式而已，所以好好尽情的玩起来，享受这个下午吧。我真的爱你们，加油！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社呼。那就是阿罗哈不能输的理由。我相信我亲爱的学弟妹们，也是我的宝贝学生们，一定会拿出属于我们阿罗哈的气势，坚持到底，把最好的都带给大家。也请各位绝对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尖叫声，好好享受这个最康复式的下午。青春真的很美好，怎么样都是挥霍，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但我们会因为有彼此一起在前进的路上而更完整。谢谢大家的莅临，也请大家好好享受这个阿罗哈的下午。谢谢大家。Thank you.
两个消息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康普联盟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能够产出这么多社团指导老师或是课程讲师，然后或者是说不知道我们怎么办高康杯的，那我们会在5月26号有一场康联说明会，来说明康联到底是一个怎么样运作的团体。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不管是高三或是大学以上的学长姐，或是对康联有兴趣的伙伴们，都可以来听一下康联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那第二件事情是特别否高一升高二的学弟妹们，那接下来我们会在暑假办一个双暑营的活动，那是一场比较接近干部训练的活动。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在6月2号有一场招生说明会，接下来就是跟你们讲到底会办怎么样的活动。那以上这些资讯都可以在康普联盟本身专页上，可以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这样，那以上是代表康普联盟带来讯息。好，现在呢也要代表康普联盟呢献上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因为听说阿罗哈康普社在去年度也应该不止去年度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团，听说今年在高康杯当中还获得至少2个冠军跟3个季军跟非常反正非常多的一个成就。你们应该是体育班吧，应该不是一般的康普社。好，同时间呢在体育上呢有非常多的成就呢，他们今年呢也在建党比赛当中获得了我们最高的殊荣，我们的特优奖。Thank you.
是我们15届的实习妹，就是设计成功。然后我们也有准备了一些摄影给你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摄影。来，因为他们这次的主题是龙嘛，所以我们就帮他们准备一些那个训练的器材。射精完之后不会变胖，啊，这是一些武器，啊，夏天到了可以游泳，对，祝他们射精大成功，谢谢。